111年国中教育会考5月21、22日展开，今年有将近20万名考生参加，但面临疫情严峻，不少学校会考前因为校内确诊关系改成线上上课，有学生表示会影响考试准备。会紧张啊，突然在会考一个礼拜前，然后突然就是线上上课会紧张，会不知道怎么做，会担心啊，但还是要考，就是会上网找答案，然后看讲义啊，课本。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没有准备好。面对不安情绪，学生也只能透过线上向老师寻求问题解答，并想办法放松心情。而教育部也在5号表示，居隔跟居家检疫考生在符合规定下，不需要做快筛就可以考试。对此，家长表示非常担心。考试那个是都可以再补考，但是孩子的安全，因为他们毕竟还没有打满第三剂，所以就有点担心这样子。现在确诊的个案。不是那么快的明显就会有那个就会有症状，那我也担心说这次考试的时候，虽然考试有一些距离，但是不知道他们的那个防疫措施会不会做得很好，会不会又因为怎么样然后被感染。面对家长的担心，教育部也在会考前公布相关防疫措施，学生必须全程佩戴口罩，量测体温，除非有特殊情形，不然不开放陪考。进出考场也必须遵守考场动线。另外，针对确诊者会再进行补考，不会影响升学权益。至于正在进行居家检疫、居家隔离、自主防疫，或是在现场有出现症状的学生，教育部会提供备用考场，分流考试。全台疫情持续延烧，家长只期盼孩子能平安应试，而学生也期待能够回到教室好好上课。也是新闻怎么到此无留南投鱼池采访报道。